罗拉，如果你要前往大教堂，小心到处都有圣三一的人。我知道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我今天犯了一个错，而这个错误将导致更多错误的发生。我始终避免与艾莉亚独处，但是我今天失败了。她让我想起当年我最爱的索菲亚。我以为我早就忘了她，而重新记起这些回忆让我心如刀割。就算索菲亚早已不在，她仍然持续地影响着我的判断能力。我知道这些话让我像个无知的小孩，而自己早该放下那段时光。我必须埋藏这些过去的情感，并与我的族人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我们把伤者都带到安全的地方，入侵者却回来了，并攻占了村子上层。山谷内还有更多族人正在组织反抗行动，我们需要所有的援手。如果你打算回村子的话，请万事小心。你好。苏联人撤离得很匆忙，整个山谷都有他们留下来的物资，请好好运用那些东西。带回旧监狱，就那些可能知道雅克拉斯鱼图下落的人，
康斯坦丁有一些问题想问他们，其余的人都被关在大教堂附近。看来有人得准备忙起来了。那一定是他们在处决犯人了。本来还以为那项工作会用抽签来决定，没办法。你接他们的任务多久了？几个月了，但这是我第一次出来执行这类的任务。我已经太久没有出外勤了，感觉有点退步了。你？我跟随康斯坦丁差不多一年了，当初是一位老战友推荐我进来的。我之前在基辅的一个黑帮家族工作，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而必须离开那座城市。所以我们常常得执行这类的任务吗？没有，这算是特殊情况，好好珍惜吧。我们的任务规模通常会更小，也更严。真可惜，我倒还蛮享受这种工作的。是啊，不过这次真的有点诡异。那些圣三一的士兵来到这之后，似乎有点焦虑。他们通常很冷静的。有关这份工作吗？他们对我们隐瞒了什么？说不上来，也有可能是我想太多了。我们应该好好享受当下，但……我等那些家伙。敌人来袭！
怎么说？他没办法做决定，但他会推荐我们两个。之后会有个入会仪式之类的东西。就这样，他能做到的就只有这样。林哲，有些人接了圣三一的合约，接了好几年才获得军阶，你要有耐心。那仪式并不仅仅只是形式而已。还有呢？好像还有某种宣誓，以及后续的典礼。他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。情况不太对，似乎是从这个方向来的。
我所害怕的日子终究来了，我们无法再逃避下去。昨天傍晚看到的直升机正式宣告了我们的家园即将再次受到入侵。我们在双亲挣扎与奋斗的阴影下成长，现在换我们开始战斗了。但我们一定得完成我族神圣的任务，我们必须保护那国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力量。带有凹槽的打火石箭头已经断成两半，底部看起来很眼熟，它的底部跟在美洲发现的箭头非常相似，这个制造技术居然成功跨越了半个地球。
加紧脚步。
又来了！我知道你为什么还不扣扳机。你开枪的话，我的手下会在数秒内将你击毙。开枪是他们唯一比你在行的事。闭嘴，安娜！别动，你无路可逃了！杀了他，快！ 时就已经太迟了，我会拿到亚特拉斯鱼图的安娜。罗拉，下面有东西在屠杀我的手下，如果他们找不到的话，你也别想找到。你去死吧！卡夫特要行动了，杀了他，把该死的亚特拉斯鱼图拿来。